有粉丝朋友问我们小叶为什么不种树，接下来你们就知道了。我们小叶地面30公分以下的土地就成了这样的，全是渣渣土。之前也栽过几棵，最后都没存活。但是老王不死心，今天又弄了一棵核桃树，准备再尝试一下。话说这么好的树，如果失败了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祈祷明年就可以看到核桃吧。老王给这棵树选了一个自认为最佳的位置，栽好以后又给树加了点营养液。放什么？生根粉。生根粉什么作用啊？生根的。问的问题是不是好幼稚？你说生根粉是干什么用的？突然想到别人说院子里面不能只栽一棵树，这有什么寓意吗？